我是多拉，我是明空，我是毛毛，我们是 Celestial、yeah！ 我们今天有特别大的事情想要宣布的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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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來也傷心，我覺得很多人都不會很記得我們叫什麼名字，其實是啊 channel 不是記得怎麼叫但是不記得怎麼串，之後想找的時候就找不到。怎麼改名字那個不是最初為什麼會想這個名字呢？ Celestial 這個名字是不知道天際的天際的什麼銀行什麼的，然後我就想我們是一個追星狗啦，然後我就覺得好像用這個來，即我們就好像眾多的星星裡面尋找的感覺。那Celestial這個除了是 Celestial 那個即粵語的直譯啦，還有是啦，還有即我們就是 Celebrities 的仕途，我們就是他們的追隨者這樣的意思。所以一開始就為什麼會想到這個名字出來，但是大家好像都是不太記得這個名字，所以我們就決定要改名，我們是簡化它咯，叫做是啦。我們 channel 就正式改做叫做 Sally TV 啦。咁呢度應該會出嘅。係啦，但我們自己都會自稱做 Sally 嘅，即開頭不會變。我們的開頭係我哋 open 嚟都係，但係個 channel 名就改咗做 Sally TV， 大家打的時候都易揾啲。大家可以叫我們 Sally 仔或者仕途仔，或者廢柴垃圾，都可以都可以。追星狗死毒。第二件大事呢，就是我們會由每十日出一條片，以前就是十二十三十出一條片，那就會改做每個禮拜三就會上一條片的了，括弧盡量是盡量我們剪一次的話就會出的了。如果沒有的話就可能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就會見到片，或者可能出不過禮拜，但是就會盡量在星期三的時候就出了一條新片給大家看的。我們已經將幫自己加了 deadline， 要幾時幾幾號要出什麼片，這樣剪片這樣盡量加油，盡量盡量盡量，我就懶，盡量希望我們做到啦。我們出片的頻率高了之後，希望大家不要這麼快忘記我們十日之後已經忘記了這個什麼 channel 來的，這樣三個廢廢的追星狗，沒錯。同埋我哋好快就冇曬啲話題噶啦，所以你哋如果想聽我哋講啲乜嘢嘅話咧，就喺下面留言啦。其實又唔係冇曬嘅，只不過可能係越講越偏門咁樣咯。因為我哋追啲嘢太偏門啦。係啊，所以如果大家想聽翻啲熱門嘅話題，就俾啲提議我哋，或者有咩劇想我哋睇嘅話，都可以留翻言俾我哋。我哋出片見，拜拜。Bye bye！唔知啊，咩 BGM 嚟啊？去坑戰噶，我唔知。咁交俾你講啦，交俾你講啦。要講咩啊？啊，係啦，為咗方便大家嘅文學修養，算啦，我錯。